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、推取哔哩哔哩还有 Discord。好，今天要介绍的英灵人物哈，人物介绍是云香。好，所以第二张图片真的是云香，在祖先剧情我记得还没有出现过啦。不过我蛮讶异，竟然会一起出，就是祖先剧情没有出现过的角色，还没有出现过的角色，对吧？应该还没有出现吧？可能测试服有啦，但目前我看到是，我记得还没有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介绍哈。云香是天地劫手游中原创的人物哈，是九罗塔势力中玄羽的妹妹。玄羽经历数次轮回，在他身边陪伴的是他唯一的血亲哈。我们看一下介绍。不过以西区图来说，粉红色的头发跟粉红色的眼睛，到底是火宙斯吗？还是光宙斯？应该是火宙斯吧。好，云香的宿命是开始于无止境的轮回。然后他说，每逢甲子会复生一次，轮回一次他不在意，生生世世无法自我选择，也不在意。然后不能和姐姐在一起，那一切都不行。哎，那他身上发生什么事情？哎，不过以他西区图来说还蛮漂亮。不过看他后面这个彩带，感觉就是一个宙斯啊，因为指缝后面也有嘛。不过依照颜色来搭的话，感觉就是火宙斯哦。那这一个，哦，应该是火宙斯哦。这个动画感觉就是了，这样会不会压缩到夏侯仪的地位呢？因为原创角通常都蛮强的哦。好，云香生生世世身侧皆有玄羽为伴，从未设想世间还有玄羽离他而去的选项啊！直到地界长老的镜子同他神神叨叨一番，他才认识到这种可能并非为零啊！什么意思呢？只要和姐姐在一起，就算短暂的伤害他也没关系吧？来生一直相守。轮回数次之后呢，云香从不曾放开玄羽的手。云香不愿再与姐姐经历生死分别，通过镜子与地界长老达成协议，长老借他们之手长生，姐妹俩借长老之手摆脱轮回生死。好，我们这边人物介绍，没什么讲到什么重点，就是一直轮回啊。可是为什么一直轮回没有特别讲？原因是什么呢？可能之后的主线剧情会讲的比较明白一点吧。那我们可能明天还是后天，应该是可以看到云香的技能哦。我比较期待技能的部分啊。好，那今天的情报就到这边啦。喜欢的频道就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就追踪我们 IG、FB、Twitch、哔哩哔哩还有 Discord。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